陈阳，你干嘛哭啊？啊？怎么啦？干嘛哭呢？啊？是不是姐姐打你了？啊？打你哪里了？打你的头了，那你打回去了没有？来，我把姐姐撑过来，你把她打回去。你又打妹妹了，啊？来，走到妹妹那里去，快点，走到妹妹那里去，嗯，快去，走过去，快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嗯，走过去，来，把屁股撅起来，把屁股撅起来，来。我不会打。啊？没事，打两下，他打了你，你要还手。你还两下手。那你不要哭了啊，那你不要哭了，看见没有，妹妹都不打你，你下次也不允许打妹妹了，听见没有？陈颖航，下次姐姐打了你，你就往那屁股上使劲打回去，知道吧？姐姐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不小心打到你的，知道吧？我想知道什么的。你想吃他手上的东西是吧？嗯。那你要下次跟他姐姐说，你说我想吃你什么东西，你能不能给我？他不给你的话，不给我。他不给你，那不给你，你可以拿其他东西把他的换下来，把他的哄下来。那你这不是教人家在骗人吗？没事，因为姐姐她，你把他换下来呀，你可以哄下来。你说我拿门口给你换。不行，我喜欢往门口。对啊，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那你去拿他手上的东西，他不给你也很正常啊。是不是？你要找东西跟他交换啊，他愿意跟你交换就交换，不愿意交换就不交换啊。你去直接从他手上去抢东西，他当然会打你了。啊，下次你要想办法。西西都知道你要想办法，你不能去抢啊。抢了他就会打你的。你以为他不会打人呢？他也会打人的啊。你也不能动手，下次哪只手打的，我就打你哪只手。这只手是吧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好，走出去吃饭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收燃气欠费了。什么燃气欠费的？煤气费啊。肯定是煤气费啊，还欠费了，没钱交是吧？31块钱，忘记交了，忘记交了。昨天买了那个药，吃了两次就好了。不流鼻涕的是吧？就不流了。那个厉害多了。你去药店买的？去药店买。对症下药就两次就好，这两号基本上都是他吃的了，他还没好。好了就好，好了就好。来，坐着来，你坐着躺着。好了就睡在床上啊。啊？好了就睡在床上啊。今天又拉了大的。我买了马桶呢。买了。买了个大一点的，然后放在房间里，让他起来自己。以后让他养成习惯，放到房间里让他自己起来坐上去，应该会好一点的。因为你让他再从床上爬到外面来，再走到卫生间去，这个很难很难。但是你让他起来，下次你让他起来，你就说自己起来，衣服没穿都没关系，让他坐到马桶上去。把马桶拿到房间。对，拿到房间去。好的，坐直，坐起来穿。你也知道要表现一下啊。表现呢，他今天他知道他干了坏事，就裤子也快点来穿。今天干了坏事，要表现一下啊！今天不乖一点会挨打的。下个星期去学校，已经休息了两个星期。下个礼拜去。就拉上去了。拉袜子让他自己拉呀，他会拉的。那个鬼来拉过。他会拉。那就让他自己穿过还好。没有，你让他自己拉就好了。那自己拉好一点，能拉上去，他不会扭啊。你这要扭过去，听到没有？你听到个屁呀、啊？你听到？陈阳，你这牛奶你为什么不喝？啊？怎么跟长高有关的东西你都不搭边呢？我没说你，你快吃。每次胃口就这么一点点。这个牛奶你把它当水喝，你也要喝的呀，是不是？你水喝一天都要喝那么多，一瓶牛奶还喝不完。妹妹的胃口是真的差，就是每次不管吃任何东西，好像除了吃零食，胃口都比较差，就是量真的特别特别小。喝牛奶也是一样的，
除了给他喝那种有味道的酸奶，可能还愿意喝，其他的好像都不行。他要是能有西西一半的胃口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这么瘦小了。西西的话就从来不用担心他会吃少了。每次吃东西可高兴了，他要是不想吃的是真不吃不下了。喂给奶奶吃啊，你吃你吃你吃。